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墨兰因其美丽的花型获得了很多人的青睐。墨兰喜阴喜温暖湿润的生长环境，耐寒能力较差及干燥，容易出现夜间发黑的问题。引发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，比如说温度过低、浇水不当以及光照刺激都可导致墨兰夜间发黑。今天就从温度、光照、浇水以及处理措施等方面来了解墨兰夜间发黑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。一、温度控制。墨兰出现夜间发黑的情况，有可能是因为室内的温度过低，这时就要提高养殖的温度。低温不仅会使墨兰夜间发黑，还会产生低温冻害。二、光照刺激。墨兰在阳光下接受长时间的照射，也会导致夜间发黑，所以在夏季养殖时要注意避免接受强光照射，进行一些遮阴处理。在阳光微弱柔和的季节，可将墨兰置于室外养殖。三、适当浇水。缺水以及水分过多会导致墨兰夜间发黑，可适当控制浇水量，在夏季多进行浇水，在温度低的冬季减少浇水量即可。四、处理措施。发现墨兰夜间有发黑的现象，要将发黑的部分彻底剪掉，避免对其他叶片造成感染，还可以进行一些药物的喷洒。夜间发黑的原因不只是养护不当，也有可能是黑斑病导致，这时就需要强烈的阳光照射来进行杀菌，再配合百菌灵、恶霉灵等药物的使用，就可解决这一现象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想了解更多养花资讯，可以订阅关注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